关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继续。这个最后哈、哦、来看，我们把经济问题讲完就下课哈、哦。来，第一个哈、哦，像这个问题，他说设 FX 涨成这样，则 limit x 趋近于 FX 等于多少，可以吗？哦，那你要注意的是，分母这个式子，哦，是 x 平方减 x 加绝对值。那上面是 x 平方减 x 加绝对值，你看到绝对值用零的左右边带会有可能是正或负的，你就要去判断。所以来，如果 limit x 趋近于零正 ，x， 算我先分析啊，分母比较难看哦，所以来 x 平方减 x 的绝对值等于绝对值 x 乘上几。x 等于，可以吗？可以哦，好。所以如果是比零大一点带进去是几？是负的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哦，如果 limit x 趋近于零正哦，变成 x 平方减 x 去除以 x 等于。那这里是零点多，那零点多减一，是不是一个负值？可以吗？所以下面的分母是负正的负啊、哦，那脱绝对值要再加个什么号？负号才行。那上面呢变 x 平方，负负得啊，负、哦、正得负啊，减 x。上面的 x 是一个正数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就直接脱掉就好，这样 OK 吗？哦，所以你在讨论这个，你到底要不要脱的话，你要看绝对值内部是正还是负，这样 OK 吗？哦，如果绝对值内部是正，不用变号；如果是负的，就要变号。哦，那这时候就可以整理，没负的 x 等于。x 约掉这几负一，可是如果 limit x 趋近于零负，比零小带进去，绝对值 x 等于负负得正，上面变 x 平方减绝对值 x， 所以上面变号变 x 平方加 x， 下面变成负得正 x 等于。可以吗？所以整开来变成 x 的 x 加一除以 x 的 x 减一，这 xx 约掉用零代一样是负一，就一样是上面这 xx 约掉用零代负一，一样是负一嘛，对不对？分母是负一啊，可以吗？哦，所以上下带是负一跟负一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极限值就是几，负一，可以吗？哦，实际上它预料的东西不一样，跟带进去巧合的都相等，哦，所以这个答案还是对的啊。这里蛮精彩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知道，如果你看到绝对值啊，或者看到一个值存不存在，可能会变动的时候，就要用左右极限去讨论它。那第二，他说这个 x 中二带进去等于四，就用 a 跟 b 是多少？哦，这题就麻烦了。第一件事情。它等于四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那也就是说，这个分母跟分子是不是要可以约掉，而且重新代入值为四才对？这时候怎么做呢？第一个，我去令分子的 f(x) 叫做
ax 平方加 bx 加4，那这时候 x 用2代进去，叫做 4a 加 2b 加4要等于0，那这时候 b 就可以用 a 换掉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时候 b 会等于负2减 2a， 可以吗？好，带回去的时候，我会发现这个 f(x) 可以写成多少 ？ax 平方加上负二减二 a 个 x， 再加4。所以这时候可以写成这个时候，你会发现这时候是不是可以去提 a 减二出来，变成。算去除啊，这个 ax 平方加上负二减二 a 个 x 加4，去除以 x 减二，这边写 a，ax 平方减掉二 ax， 剩下负二 x 加4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式子 ，f(x) 换掉以后，它可以分解成 x 减二，再乘上 ax 减二。哦，你一定要分解开来了，绝对可以分解，因为我们知道一定会约得掉，才有办法约掉重新代入数字进去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这个东西都是在这个学测前都。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带 limit x 趋近二 ，a 减二 ，a 减二再乘上 ax 减二，这时候约掉约掉再用二代等于二 a 减二，根据题目要说那是4，所以同学算出来 a 等于几 ？a 等于3，那这个时候 b 等于几 ？b 等于负二减6。就等于负8，没有说真的很难哦，它就是代入比较麻烦一些而已。那另外一定要可以约得掉，因为我们知道最后是不是一定要约掉以后才能重新代入。其实我可以直接用配的。啊，也可以用配的，我只是写在旁边给你们看。没有，我是用配的，我刚配出来之后怕你们。配的时候会卡，所以我还是跟你讲，如果配不出来就用除的哦。范例三说，他说 f(x) 是一个三次的多项式，对，先看三次多项式，所以要有三个条件。题目说 ，x 用一代等于一 ，x 用二代 ，f(x) 除 x 二等于二，要问 f 三次多项。同学，你这个时候分母是零，对不对？如果分母是零，一定是零分之零的形式，把上下为零的项给约掉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预见的是，这个 f(x) 它一定会有一个 x 减一的因式跟 x 减二的因式。那后面我们再假设，因为它一个三次式，我后面再假设叫做
这个 ax 加 b 就好，可以吗？如果是零分之零等于一个数字，代表这个零的项一定会约掉，才能继续往下算。好，那这时候就可以算了。为什么？一个代入是一，一个代入是几？二，那就可以代。所以我们来看 limit x 趋近于一 ，x 减一 ，x 减二 ，x 加 b， 除上 x 减一。那这时候来，你看哦 ，x 减一约掉，这还可以用一代，就变成一减二乘以 a 加 b 等于一。limit x 趋近于二 ，a 减二 ，a 减一 ，a 减二 ，a 加 b， 把 x 的减一二约掉等于二，那这是用二代，二减一乘上二 a 加 b 等于。那是 AB 可以算，如果是他新主人嘛，他是正大，然后他来交大做一些事情，交大做一些事情，那家可以去，然后珠北有一家叫舒适圈可以去。那是不是可以把 AB 算出来？那你们自己算，好不好？我现在算。阿明公仔，树状图，你可以先穿衣服，我再穿，先讨论帽子，再讨论球衣，再讨论球鞋。那你要注意，像这个题目叙述复杂的问题，通常都不用树状图去做。好，就这样，这是可学的，这些很重要，所以你要自己用去那个。啊？可能多算，我记得是就直接用球衣、球鞋、帽子去往下算。没有，我是有算过，对，就是这个往下算一些。这一笔你们就自己做好。好，快交完了。那我们来看例四哈，这个 f(x) 等于这个式，那使得图形为连续。那我们要问 f(x) 在 x 等于一的地方要定义是多少？同学，就是 x 等于1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实际上给你代入，可以吗？也就是这时候 limit x 趋近于1要等于 f 一。那这时候来 limit x 趋近于1 f(x) 就等于 x 减一 x 加一除以 x 减 x 减一约掉以后，用一代就等于 2， 所以这时候要是2，这好像是数理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这边。好，怎么了？